群妖再起，大荒城频频出现修仙者失踪之案，西昆仑山渡厄真人门下弟子托塔使者陈塘关李靖奉师命托宝塔至此地查探。令尉和海尉主们，谁给你说话的权利？拜见神师。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日有一个修仙者，自称托塔使者李靖，你去吸收了他的法力，把灵石注满。遵命。吾乃陈塘关李靖，蛟龙快快出来受死！锁龙阵有效果了。还挺难搞。这大半夜你怎只身一人在此？那你家在何处？我送你回家。一定要小心些。哎，真可怜，原来是个哑巴。姑娘，你睡里面，我在外头把着。
啊。修仙者，师兄，没有精气，不应该啊。李靖，师兄告诉你，下山之后有三样东西一定要好好体验体验。什么东西啊？女人，女人，还是女人。师父，女人是什么呀？静儿，你此行下山最要小心的便是女人。妖孽，扮作人形取人精魄，受死吧！
剑诀。剑妖，锁！原来这就是女人啊！师父说的果然没错。收拾了，以后你们可以安心的过日子了，再也不用去给妖魔祭拜了。喂，喂，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斩断的龙须，我已经把妖魔给斩掉了。看你一身修仙者的打扮，不知你捉妖的能力如何呀？啊，你这个死狗！我在这儿呢。你不是妖啊？把香还给我。可否卸了兵器之后，再与小老儿过几招啊？兵不厌诈，记着啊！哎呀！哦，裤子裤子啊！这，我不打了不打了，停，不打了！你谁呀？果然是我要找的那个男人。去！
此物乃七宝玲珑盒，可惜你呀、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威力你根本没有体会到啊。你怎么知道啊？这玩意儿握久了，你就和他们一样了，知道吗？臭小子，跟我来。1500年前，皇帝借龙族之力大败妖族首领赤侯，将其封印，而后神族隐退，人族兴盛，而之前为赤侯部下的妖族则藏匿于荒山野岭之中，常常夺人肉身，食人魂魄，所以才有像我这样的修仙者。老头，这个小孩都知道好不好？殊不知赤侯即将重返人间啊！一定是赤侯他老人家托梦告诉你的吧？我告诉你，臭小子，你给我严肃一点。赤侯即将重返人间，若不加以阻止，妖魔混乱，八荒覆灭，无人生还。好，好，好，哎呀，干嘛这么认真啊？此乃老夫从玄冥镜中亲眼所见。不过，我在镜中还看到一人，此人可扭转局面，拯救苍生。谁呀？就是你。我？咱俩素未谋面，我凭什么信你啊？老夫乃元始天尊座下大弟子江上，字子牙。我就是可以助你成为救世主的那个人。要想拯救苍生，这些法宝必不可少。比如说，像这一瓶无相散，只要将其抹于眼周，便可看到那些魑魅魍魉。有什么不一样吗？请看。这都什么鬼东西啊！整座大荒城现在就是一座魔窟，这些人早就被吞噬了灵魂了。让我看看谁在捣乱！你不要命了吗？你不是说我能拯救世界吗？我既然是救世主，一定不会那么容易死吧？喂，哎，这救世主也没你这样的呀！奔腾四海，巍巍八方。神月将至，入我大荒。真神天降，入我大荒。真神，此地不宜久留，小子，咱们还是撤吧。我们诚心的朝拜，真神必将庇护我大荒城，安居乐业，万古流芳。你。将妖气注入箱中，蛊惑百姓，是何居心？我乃西昆仑山渡厄真人门下弟子李靖，此物乃七宝玲珑盒，可测妖邪鬼魅。这个人就是城中的大妖，他骗你们吸食妖气，受其蛊惑，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老头，你过来。喊你呢，老头儿。喊我呢。来了来了，这时候喊我做甚呢？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你快点吧。大家好啊！干什么干什么？不得无礼。这个是无相散，只要涂到眼睛上，就能看到真正的天地。此人可能和之前的叛徒是同伙，抓住他。这边，快点！他们在那儿。
感谢少侠救命之恩，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啊？在下凤石，我乃阐教门下弟子，奉师命下山调查着大荒城异象，打入城中信徒之中，想要刺杀他们的神使，可是奈何被识破。哦，原来你就是他们所说的叛徒啊。他们口中的神使名叫张悟，十年前万妖来袭，张武凭借一己之力将妖怪赶走，百姓将其信奉为救世主，可谁想到他竟宣传歪理邪说，百姓们受他蛊惑，渐渐失去理智，而那些不愿信奉他的人便成了这森森白骨。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复活赤猴，传闻在血月来临之时，以血肉为身躯，即心灵纯净的修仙者之法力灌满血池，便可复活赤猴的魂灵。怪不得那两只妖。哎呀，反正我是救世主，我去把那个张悟杀了不就好了。外面总算出来了。哎，那臭小子呢？张二呢？我是谁？我在哪儿？来来来，兄弟，拉我一把。哎呀，老姜，你有这么个法术，怎么不早使出来啊？我这不聊天聊忘了吗？李兄，方才你说你是救世主，什么意思啊？你问他。这么想啊？玄冥镜。我在玄冥镜中看到一人大败赤猴，拯救八荒。你确定没看错吗？我在镜中看到的确实是李靖将赤猴击杀，不过用的是轩辕弓和震天剑。当年皇帝请出女魃出战，得此两件法器，方得以诛杀赤猴。那这两样法器现在在哪儿？东海。东海？再把你那个传送阵使出来不就好了吗？你以为老夫只有传送阵吗？啊，我告诉你，老夫的宝物多的是。你看，这是给我孙女玩的。在此。这给你孙子玩的吧？太好玩了。哎，老乡，没想到巴掌大的小船竟然能变这么大，而且还能飞起来。少见多怪了吧，这些玩意儿老夫可多的是。老乡，那小子怎么愁眉苦脸的，看着就丧气，身为阐教弟子老往身上涂脂抹粉，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凤石兄弟，不要再愁眉苦脸的了，有什么难事跟兄弟我说说。我认识的一个人被张悟杀害了，我发誓我一定要手刃张悟，替他报仇。
那个人对你一定很重要吧？你呢？为何修仙？我呀，嗨，打从我记事起呢，我就跟着师父学道，斩妖除魔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哪还需要什么理由啊？再说了，天底下所有的修仙者不都应该是这样的吗？你真的相信你是救世主吗？放了河神！你闯大祸！你们看清楚啊，他是只鱼妖。是啊，你能杀了鱼妖，但你能杀了所有的妖吗？哎呀，这个世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不断给河神爷爷献祭，我们这些人才能生存呐。是啊，我们要生存啊。那当然，凤石兄弟，你放心，借了法器之后，我一定帮你报仇雪恨，绝不食言。你小子不是讨厌人家吗？怎么还跟他聊个没完呢？我去去去！我说老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啊？我李靖是……抢过来不就得了？剑雨点碎刃杀！Yeah!
当真？绝无虚言。1500年前，龙族助皇帝大破赤候，而今赤候即将复生，自然还得需要龙族之力，还请龙族解除轩辕弓与震天剑。可以，但是，请讲。大夫，好啊！哎，我才是救世主，你干嘛用这只妖来帮忙？这，就是能杀死赤候的法器吗？是。哎呀，有你凤石兄弟、凤石姑娘，还有老姜当我的左右手，干嘛需要这第三只手啊？只有龙族之力才能拉动此弓。我不信，拿来。我信你。多谢龙族此次携手相助，刚才多有得罪，还请。不必。这哥们儿就只会说两个字吗？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是香的，你是臭的了吧？据老夫观察，城中有城门两座，皆有小妖把守。可是祭坛入口仅此一处，便是你。啊！今日所见到的神木之间的结界，我等可兵分三路，引出小妖，再趁虚而入。你等要记住，震天剑只有三只，每一只射出便再无法力，所以我们只有三次机会。万一他射不准怎么办啊？不会。但愿。待入得祭坛，我们就帮你牵制住张武，给你制造射箭的机会。多谢。不妥。有何不妥呀？老姜，我请问你，咱们这船能上天吗？还有什么是老姜我做不到的？哇！哦，哈哈，既然能飞，我们干嘛非要在地上做文章呢？我们直接飞入大荒城的上空，跃入广场，进入结界，直捣黄龙。此计过于冒险。恐怕就是注定的计划才能赢。你不穿吗？不必。人家是龙族，会飞的。那凡人可以学吗？凡人，让你见识一下凡人的能耐。显灵，赐我真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逼着我去。年轻的，啊，人！怎么又是你啊？你也带着夫人一起上阵呢？夫人？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辈子和你在一起的女人。胡说什么呢？我们才刚认识，还没到那一步呢。少废话。掌握，掌握。被张武抢走了，不走干什么？你这废物，我就把他抢回来。我们加一块人打不过他。我们不一样。不好，这里赵王，就你对付我的那张什么张？坤金。天天报。若不是我功力受限于此地，也不会用你们几个废物。张，还真把他当妖了。为了女巫，我什么都可以做出来。好，若是你敢吃下这颗妖丹，我就饶了他。我愿吃下妖丹，为神使效力。你可知吃下这妖丹的后果？牺牲妖兽，将毕生功力给予一个。哎呦，臭小子，
你过来给我看看，我这老腰是不是凸出来了？凸出来更好。死老头，我问你，刚才为什么不用传送阵，搞得我们大家这么狼狈？这传送阵是你说用就用的吗？不是你要从天而降，我上哪儿给你摆传送阵去啊？假的！我修行千年，本该化龙，可不知为何一直失脚。也许是我们龙族罪孽深重，还没有得到天地的宽恕。原来就因为你是假的，所以你才拉不动轩辕功，对吧？我以为你以为，我以为你就会说两个字呢。还你以为，你一个你以为差点害死我们，你知道吗？怪不得你身上总是有妖气。原来你就是一个非龙亦非人的半残。够了！要不是你的破计划动静那么大，我们怎么会中了张武的圈套？怪我？阐教弟子皆为男性，你女扮男装冒充修仙者，是何居心？哦，你是不是妖人派过来的眼线？怪不得我们中了张武的圈套，说什么重要的人被他杀死了，我看你瞎猫。走吧，你们都走吧，反正我是救世主，没有了你们我照样可以干。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主。臭老头，你对前辈要尊重点。你打我干什么？李靖，我告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玄冥镜，一切都是老夫的梦。老夫上山修道，师父说我没有天分，最多只能是个耕翁吊叟，我不甘心。上山之后，我每天晚上都在做梦，梦见斥候重现，天地覆灭。直到第一千个梦境中，出现了一个人，拯救了世间。只可惜啊，原来这只是老夫不甘生活的平庸，误把无端梦境当成了预言。试问，茫茫人海之中，以你的这种资质德行，怎么能当救世主呢？静儿，这七宝玲珑塔共有七层，但以你现在的修为，只可打开六层，同时层数越高，消耗的法力便越大。师父，我该如何打开第七层啊？静儿，为师问你，你的理想为何啊？当然是想跟师父和师兄们一样，斩妖除魔，修炼成仙。怎么了，师父？我的答案错了吗？静儿，不怕你没有答案，更不怕你有错误的答案，怕就怕你没有自己的答案。风石，风石姑娘，我从小到大，几乎每天都在幻想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可是越长大，我心中越明白，资质驽钝，难有大的修为。我就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混蛋。风石姑娘，刚才对你言语不敬，恳请你原谅。如果你能原谅我，
便出来相见。你把他怎么了？有什么冲我来？看来他对你很重要，可你对我也很重要啊。你什么意思？只要你把这个瓶子的木塞打开，它就能活。你是不是想告诉他不要打开？瓶子打开，你的法力就会全没有了。张悟，有本事你杀了我。乐意效劳。等一下，李靖，我死了，对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改变。可是你不一样，你是救世主。要是你的法力没有了，到时候四海八荒全部都会被毁灭。走吧，记得帮我报仇。走啊！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救世主啊？你要是死了，我的世界就没了。李靖。真有趣，张武，怎么回事？你问这个傻子，他把法力全给张武了。我要是不给他，你就死了。你要是死了，你的仇谁报？所以，就再没有人能制止张武了。一个是没了轩辕宫的小白龙。一个是没了法力的修仙者，我老姜在梦里怎么就没有梦到这一幕呢？那又怎么样？就算我不是救世主，也能为拯救苍生贡献一份力量。至少在你梦中，张悟死了。说的也对呀。早离开这尘凡困苦，换得永生。
了妖丹，妖丹对妖身危害极大，短时间内爆发必定伤及自身。看来你对你们的主子还真是忠心。不，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他跟我说，人类死后若是两情相悦，便可葬于一处，再赴阴曹聚首。他希望我能将他们葬于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最好能有一棵果树。想不到妖也痴情。他不是妖，而是真额头被砍下的兽角所化，他们本就该在一起。血日凌空，今晚必是赤猴现身之时。我曾潜伏在城中多时，已得知张悟在进行仪式之时身不能动，我们可以趁机下手。只怕张悟已经把轩辕弓给毁了呀。不会，轩辕弓乃上古神器，便是赤猴也无力毁掉，因此必定藏于城中。哎，我们做把假弓炸他便是。妙啊，当震天剑和轩辕弓接近时会产生共振，以此可以寻得藏功所在。好，那我们就会会这个斥候，谁说救世主只能是一个人。张悟，
谢了。吧。你阻止他。李天，这是啥？怎么还没回来？我早已在轩辕宫上下了死咒，触之即死，他怎会回来？我去南宫。他的法术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我去救他。西昆仑山督恶真人门下弟子，是要斩尽群妖，除魔务尽。斩妖非为妖，除魔非为魔，最重要的是能够救人于危难之间。我乃救世主，我当然知道要救人了。救人与否与是否身为救世主并无关系啊。救世主可救天下之人，又岂是一般人能比呢？如果连身边人都救不了的话，又有什么资格救天下人？一命抵一命，实在太过不值啊。世间万物皆平等，不胜高低贵贱之分。那妖呢？也值得人舍命相救吗？妖有嗜血狠辣之恶妖，亦有情真善念之善妖。
若能度妖向善，又何乐而不为呢？哈哈哈！好好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不怕没有答案，不怕有错的答案，只怕没有自己的答案。我懂了。妖族前辈的信任，我李靖定不辱使命。你一个修仙者，不接受妖力？天地玄冥，万物共生。这就是我要的。众生，就算你得了天下又当如何？还不是一样会受到天下人的唾骂？这个世界本是属于赤猴的，我从皇帝小儿手里抢回来，又怎样？我乐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先躲起来，等我收拾了这个丑八怪，再来与你们细说。结束了，父亲，我们替你报仇了。你的轩辕弓，我帮你找回来了，拿着呀。敖莹的双臂被障物折断了，恐怕再也……好在张武已死，也不需要用轩辕弓了。血月怎么还在啊？玲珑核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猴？怎么可能？我们毁掉的只是张武这个躯壳。
这才是斥候啊！要这么久，不想知道你的名字。李靖，不会记住的勇士。说在你的身上，你来带我拉开轩辕宫，或许尚有一线机会。那就快啊！可是你是凡人，我是龙族，一旦合二为一，分开之后，什么呀？快说！只能活一个。Thank you.
李靖，他们两个只能活下来一个，就算是活下来的，也将失去所有修为。你给我起来！你看看，赤候被你杀死了，人间得救了，你醒醒！你很得意是不是？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是不是？所以就不想管我了？你醒醒，醒醒啊你，李靖！你要再咬我，就真把我咬死了。哎呦！我就说嘛，眼睛大不是什么好事，特别容易进沙子。敖英，这次你们龙族可是立了大功啊！还有，怎么你们龙族也会诓人啊？不是说两个人只能活一个吗？你看，咱们俩。活下来的是你，能以身任天下后世者。该绝！今番敖英以身救世，天帝得知必将赦龙族千年之罪，敖英或许也将成为一条真正的龙，你不必担心。行了，老夫也该回玉虚宫复命了。哎，老姜。嗯，前辈，保重。喂。嗯，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如今我的修为全都没有了，只能陪你重建大荒城了。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舌了？你过来，我告诉你。嗯，金吒木吒，常跟你们说平时要勤加练习。之前三招就可以制服我，为什么这次用了四招？李大人，哪吒，哪吒跑了？没错。快回陈塘关！快点，快点！等等我这个老太婆啊！救命！三、八、十，藏好了吗？相传元始天尊设下封神大阵，如若世间生灵涂炭，会有天之将星上天释放神灵下凡，共聚商讨昏君，改朝换代。心若止水，心若止水，心若止水，
心若止水，心若止水。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但心若止水。封神大阵，今日大阵开启，你受将星之火分身，也在这场造化之中，便随其一起入世去吧。在前缘，万物自始，天火六星，玉方始终，六位始成，九五之遥。乾坤乃定。您看，天上是什么东西啊？用火化，刚有车，哪来的用火头啊？好，四手玉，天皇绿，封神起，将心之元祖欲为法器，名曰风雷双翅。将心之子唯有与风雷双翅合为一体，才可御风直上九重天。元祖，不过本太师不会给他们灭我阴商的机会。
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了。若不想从此灭族，就将风雷双翅和将星一并叫出来。白氏做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云中子，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文老贼，你不感觉到很潮吗？风雷双翅，一旦入体，取出之日便是灰飞之势。将星至此，重生之道便交于你了。将星之子，云中子，哼，你又坏老夫好事。哈，文中你个老贼，有我云中子在此，休想打将星的主意。那就看看谁的法力更高。帝王剑天罚道之道，防四元。仙长，此子就是将星，我将他托付于你。他已经有了名士，叫星环，体内有风雷双翅，18年后定将开启封神大阵。好啊，这个已是羽人族后人，我把他带回山抚养长大。仙长，我看此子与我有缘，不如我一起带回去，就叫雷震子吧。提他。
快点往下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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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怕死了！快跳啊！快点！快点！快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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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话我啊！笑话我啊！不不不不不，是他，是他，不是，是他，谁？是他，他就是他，都是他，不是我，不，对不起，对不起。知道这是谁吗？雷震子，我照的，懂？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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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明白。不是要看我跳吗？来啊，抬头看我跳，看我，不敢了。以后别让我在这条街见到你们，滚！边跳边滚，跳高点！欢爷饶命，欢爷饶命，下次不敢了。欢爷，欢爷饶命！快滚！跳！新华，谁让你又多管闲事了？弟弟的事儿怎么能叫闲事儿？我见不得别人欺负我弟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是我弟。行行行，我是你弟，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罩着你就是了。至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什么的都成。真儿，为父说过多少次不许你在外面肆意妄为，你为何不听呢？我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新环差，我有什么错？雷震子，不许和姨父这么说话。为什么不能？繁文缛节，私教李都看着都烦。哎，小爷我活得随心所欲即可啊。哎你，哎侯爷，您消消气。不过雷震子，你也确实顽劣，倒不像是新公子，天资卓然。哎，我说你怎么越劝越糟了？侯爷，你看看他，我好歹也是仙长派来的，他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的，我这几百岁算是白活了。好好坐起来。不起。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不起不起就不起。你父亲，您今日召我们前来所谓何事？哎，就是你差点把大事给耽误了啊。环儿，当年仙长在封神界林里放了一根黄金棍，此棍乃八方英豪之气聚集而成，早将西岐笼罩成结界，保你十八年平安。仙长明示，等你到了极冠之年，便可亲自取那黄金棍，前往那终南山修炼。好，孩儿这就去。我也要去，我觉得我作为新环的哥哥，我有义务。不许胡闹，此黄金棍只有将星才能拿起。侯爷，你就让雷震子一块儿去吧，有我在，我帮你看着雷震子。还想不想去了？去。让你去见识见识也好，但是有一点，不可扰乱新环。谢侯爷。耶。雷震子，快点！啊！无聊。雷震子，你好好的，不许胡闹。你们两个真无聊。你们两个给我站住！喜欢你们等等我。这一天脚都快走断
哎，你们说这图腾上画的会不会就是封神大阵的事儿啊？父亲说过，神碑林中的每个墓碑都是空的，待到封神大阵开启之日，各神灵归位。哎，你们快看，这儿还有字。天下之行，大道为公。天，这什么东西？封神碑破，永不成神。哇，吓唬谁呢？我又不想成神。谁都像你啊，胸无大志。我能不能成神，就靠你了，星环。哼，你成神了也是只破蝴蝶。再说。干嘛呢，星华？快走啊！就这么容易，不整点玄乎的给我们。雷震子，严肃点。哎呀，说啥来啥。哎，这破石碑怎么还有我的名字啊？这有什么呀，要是以后星环打开了封神大阵，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封神碑，对吧星环？封神大阵开启，殷商灭亡之日，英豪封神，技术封神。哎呀，行了星环，别背书了，听着我头疼。反正就是谁要是挡我们家星环的路，小爷我就把他打碎。啊，不行，雷震子，你别乱来。不可，封神被毁，永不成神，这代价会不会有点太大了？我是你哥，记住，我罩的你啊。敢挡我们家星环的路，我闹着玩呢，我还没使劲呢，我现在要认真了啊。哇，愣着干嘛呢？赶紧去拿呀，要不然一会儿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闭嘴，不要再乱说话了你。不会啊，这黄金棍明明应该匠心能拔得起来啊。
这死棍子我就不信了。啊，你去死！哎，雷震子，这黄金棍只有匠心之子才能拿起，你又不是。恭喜太师，终于大功告成，黄金棍出世，诛仙大阵已经布好，随老夫去西岐叙叙旧。哎呀，公子怎么还不回来？不知道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吧，公子可是将星啊。哎，公子回来了，公子回来了，回来了，恭喜恭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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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儿从小就勤奋好学，也不枉我十几年的栽培，以后就靠仙长你了。等等，好像不大对呀，啊？这是他呀，这是他，这是他，他把出黄金棍的是雷震子，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对呀，都给我闭嘴！这棍子本来就是新环拿起来的。新环，跪下！新环，拜见仙长。拜见仙长，哪儿来的卷毛老道？拽什么拽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棍子还我！不得无礼！不妨事，不妨事。今日新环受将星之命，将黄金棍取回，明日我便带其回终南山，等修炼成才之后，必将拯救天下。哎，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行了，别说废话了。总之，有事来找我啊！来，谢谢仙长，快，谢谢仙长。雷震总，难道你不想成神吗？你其实没必要这样，不值。没有什么值不值的，小爷我愿意。仙长，干什么？关键是你让我跟随匠心开启大阵变个成神，可如今你把人都给搞错了，你让我跟着谁啊？好歹有点提示嘛。你说话呀。我告诉你，来，
什么？兄长，你说什么？兄长！承蒙父亲厚爱，养育十八年，孩儿必定和仙长潜心修行，达成天下所愿。婉儿，进来吧。此去一定要保重啊。今后无论发生任何事，你始终要相信，为父对你没有半点私心。父亲，这是环儿为将星，理应受此一拜。这一拜不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而是为了我姬昌自己。哎呀，还走不走了？我那炼丹炉里的丹药都快炼糊了。环儿，去吧。麻烦，喜欢，你就这么走了？雷震子怎么办？喜欢，对不起。仙长，在此处停下，可是有什么话要对新环交代？新环，你并非将星，仙长既然知道，为何不揭穿我？当年将星出世的时候，羽人族的族长生死之际，将风雷双翅注入你的体内。我想，他也是为了保护真正的将星。只怪我们当初误以为你是将星，直到黄金棍被拔出之时，才知道雷震子，他才是真正的将星。将星不能没有风雷双翅，所以你就要用这种手段来逼我交出风雷双翅。枉你还是德高望重的神仙。环儿，父亲。环儿，为父刚刚那一躬，就是对你永生的歉意。往上无道，将星需要风雷双翅才能飞入风神大阵，所以不得不牺牲你。但
是天下，我永远记得你的。弟弟知道吗？如果他想要，我会给他，但是你不能欺骗我。18年了，父亲，你所做的一切，难道就因为我是刘星？不是，不是环儿。循环，一切先行，他日封神榜上定有你的名字。什么意思？先斩。凤雷双翅可以与人性命相连，取之魂散。你们真的要杀我？为了天下苍生，魔怪拼斗。咱们大罗金仙暗地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完，老夫便带走了。先生，花儿。这便是羽人族的旧址。羽人族可感知过去的厄运，其画面不会有假。你可以看看，当天。什么？全族就是为了得到天之将星，为我称王铺路。姬昌便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杀你全族，又妄想利用你开启封神大阵，机关算尽。得知真相后，就杀之而后快。你说这种人还值得你相信吗？不值。想我心欢只为完成将仙之命，结果族人弃我，一副要杀我。我一直都是雷震子的替身，我一直背负着他的名义，活在众人的追捧之中。真的不值，不值。那你想替代雷震子吗？为羽人一族争名的人，只能是你。跟着我，我可是风雷双翅长成，吸收雷震子的将星之力，便可成为将星。你可愿意？文太师会杀了星环的。义父，孩儿愿意单枪匹马去往朝歌救回星环。震儿，震儿，不许胡闹，眼下要紧的是保住将星。
新欢不就是将星吗？哎，你个臭小子，那谁是将星？你心里没数啊？我跟你说啊，一个月之后就是封神大阵开启之时，你想飞入封神大阵，必须拿到羽族的法器风雷双翅啊！不行，这个很重要啊。真儿，所以你必须取回风雷双翅，才能开启大阵呐。义父的意思是，让我把新还的东西拿走。什么他的东西啊？那本来就是你的东西，你若不拿，天下必亡。眼下，文太师的诛仙大阵已然形成，等到新环的风雷双翅成熟以后，这诛仙大阵必会毁了封神大阵，到时这世上将永无宁日啊。是啊。那新环会不会有危险？不会，哎呀，不就是个小小的法器吗？好，我随你们去，不过我要仙儿陪我一起去。自然会来找你的。这是本太师耗费18年心血练成的诛仙阵法。那他已经练成了吗？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四大真言需全部开启才能启动。要想开启四大真言，需极强的魔力催动。我要你去除杂念，沉心修行，与诛仙阵相辅相成，相互增进功力。那他去哪寻找这极强的魔力？将心环抹去心智，引入魔道。我要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成功？待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个方位被点亮，诛仙大阵开启，风雷双翅长成，你自会功法大成。我不想伤害他，我只想成为将星。我一定要将仙花带回来，他是我兄弟。你有更重要的任务，拿回风雷双翅。只要你斩断羁绊，你就是天下人敬仰的将星。我才是真正的将星，没有任何人能取代我的位置。风雷双翅，你就是将星，我的星环在你身后，万人敬仰，众神退避，让他们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风雷之子？星环，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星长，仙长，你行不行啊？我怎么不行啊？这个将星的仙根难以寻找，我这是第一次扎。第一次。算了算了，不来了，不来了，别人想扎我还不来了，给了。怎么样？啊？一点也不疼。仙长，你扎错了。为什么？为什么还长不出双翅？为什么偷啃？你果然不负我所望。这段时间你在阵中修炼，诛仙大阵已开启，朱雀、玄武威力大大提升，而你的功力增长也是日益千里，想来我们毁掉封神大阵的计划也指日可待了。远远不够，如今雷震子已被云中子收为徒弟，到时他必然会回来夺取风雷双翅，你还需早早斩断一切。但雷震子他不会对我认真。我有一计能让你断了念想，你可愿一试？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撕心裂肺凡人是无法忍受的，但是还是要试一试。还剩十七针。天灵五针仙根大成呀！我现在觉得自己活力满满。仙长，没事吧，仙长？没事。哎呀，果然是将星啊！你要想在短时间内战胜星环，你就必须得喝我的独门秘制。老头，我觉得咱们应该差不多了，剩下咱们明天再试。喂，你说什么呢，臭小子？你别说了，你偷偷上来了，一会儿再说。雪花二班，吉生，雷震子，你不要怕，我相信你可以的。哎，臭小子，就你这水平啊，我闭着眼睛都能打过你。哼！
臭小子，别生气啊！你看你的脚。哇！啊！啊！狗吃屎！啊，服不服啊？不服起来啊！啊，再来！哇，起来起来！哇、哦！雷震子，新欢将西伯侯抓走了。啊！老头，我求你了，你让我去救回我的义父好吗？我跟西华还有些事情要解决呢。哼，你啰不啰嗦你呀、啊？啊，你吃了那么多丹药啊，功力一点都没有提升，你去干什么呀？你去送死啊？你死了没关系，我怎么跟天尊交代啊？我不管，反正我要去，谁也别拦我。哎，哎，等等，仙长，能不能？你这又是什么东西？此物为金龙圣果，能量巨大，若是被其吞噬，那文太师都得让你三分呐。我需要它，请求赐予。哼，你虽为将星，但这丑话得说在前面。你想让它跟你完全融合，获取无穷无尽神的力量，那就必须得接受金龙圣果吞噬的宿命，你可愿意啊？仙长，你不能这么做，若雷震子被圣果完全吞噬，他会变成……你紧张什么呀？金龙圣果只能同愿意的人达成契约，这成与不成还要看他自己。你不能答应他。我愿意，如果牺牲我自己一个人就能拯救所有人的话，这很划算。星儿，我没有时间了，请求赐予圣果。好，西伯侯，你为何如此对我？杀我羽人一族，又置我于死地，难道就因为我不是将心吗？你等着，我现在就用你将雷震子引过来，我看看他是如何选择的。偶尔，羽人一族并非我所杀，你可千万不要中了文珠的奸计呀、啊，环儿！雷震子是你的亲兄弟，你不能杀他，不能杀他。好啊，我不能杀他，你就能杀我吗？无选择，这是天命啊，环儿！我知他的天命，环儿，你死吧！侯爷，侯爷，侯爷。喜欢，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可是我们的义父。没有义父。新环，你不要听信文仲的谗言。新环，别闹了，把风力双翅给我，我可以保护你。这就是你做的选择吗，雷震子？让我失望。
你没来之前，我对你还存有一丝希冀，因为你当真跟自己说的一样，不在乎匠心的身份，不会和西伯侯一样娶我心。不是的，新环，你在胡说些什么？你不要听信了文老贼那个奸计，我来只是想取回风雷双翅，为天下渡厄，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好弟弟，你可知当年就是为了保护你，才硬生生塞给我这个翅膀，让我倒了18年傀儡。你又可知道，你若取我翅膀，我会魂飞魄散。新欢，你在说什么？那些所谓爱我的人，都希望我去死。新欢，我守护的人也要我去死。是你们逼得我没有退路，那我新欢便斩断所有羁绊，自己成全自己。啊！死了！喜欢你疯了！新欢，你把话说清楚，风雷双翅和你的性命有什么关系？闭嘴！你死！别再生一夫的气了，有你跟我呢，我保护你。给。雷震子。你们走吧。
花儿看来真的是入魔了。幸好今日有朕儿在，不然我姬昌命休矣啊。看来那文老贼诛仙大阵的最后一步也快完成了。哎，侯爷，雷震子好像不太对劲。震儿，你怎么了？震儿，姨父，我可以做将星，可以打开封神大阵，但是你们从未告诉过我，取走星环体内的风雷双翅便会要了他的性命。臭小子，我们这么做不也是怕我意气用事，怕我不忍心杀星环，怕我害了这天下。可我们为天下着想，又要谁替我们着想？是啊，但作为英雄，作为君王，是注定要孤独这一世的。我姬昌虽有百子，但都死于非命，无一幸免呢。我也只能忍受啊。震儿，为父希望你也可以。这一拜，我替天下百姓送别将星。父亲，孩儿知道封神大阵的重要性，但星环同样重要。对不起，孩儿必须把星环带回来。那诛仙大阵对他来说太冰冷了。杀不了雷震子，永远也成为不了将星。看来我是看错了你，你根本不可能展开双翅。枉我费尽心思为你提升修为，哼，我能，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入阵成魔。雷龙军全面压境袭击。侯爷，朝歌黑龙军已压境雍州，不出三日就将攻我西岐。我等为朝廷鞠躬尽瘁之事尚屡遭祸患，这天下黎民又该如何自处？传我命令，西岐全境进入战备状态，誓死与朝歌一战。我等愿追随西伯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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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傀儡，我是御云一族的天之将星，我要杀了你，雷震子。太师，白虎方位已经开启。诛仙大阵就要开启，我有我阴伤
永寿。快走。新欢，你在做什么？快点跟我走。新欢在诛仙大阵失去了心智，不会听我们的劝解，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引出摘星楼。新欢，新欢，新欢，你清醒一点。下。新欢，夏儿，夏儿，夏儿。夏儿，你没事吧？夏儿，新欢，你疯了！你连星儿都动手！新欢，新欢，那不是故意的。你别说了，星儿，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走火入魔了。我说过，再见面，就是我取你性命的时候。好，今天我就打醒你。雷震子，可笑。新欢，你别傻了，和我回去跟姨父好好把话说清楚。我没有说，别说。雷震子，
西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雷震子，快走！雷震子，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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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姬昌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短短一个月丧失二子？苍天，众神呐、啊，你究竟让姬昌做什么呀？真儿，追追追！这个呢是我新做的拂尘啊，你看跟我这个衣服匹配不匹配啊？仙长，星儿已经回来了，他告知我雷尘子被星环杀死了。死了？哎呀，那我也没其他办法了。仙长，真儿，我的真儿啊！哎，这个雷震子他应该不会死啊！这不是被星环杀了吗？怎么可能没死啊？是啊，说什么胡话！仙长，你什么意思啊？哎，我那金龙圣果啊，它绝非凡物。雷震子吃了我的金龙圣果，那就是金身护体，他死不了。他日打开封神大阵之时，雷震子借我的金龙圣果之力将其吞噬，然后他就会……不，仙长，若被吞噬，该当如何？这天机不可泄露啊，还要看将星他自己如何选择。星环暗黑双翼已经展翅，那不就说明诛仙阵已经开启？那雷震子估计是被抓到摘星楼。哎呀，事不宜迟，锦儿，你赶紧随我去找那个臭小子会合啊！是啊。哎呀，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开始，你的夙愿达成了，我的呢？你的夙愿就在这儿。哼，达成夙愿也得问问小爷我同不同意。星环，
你当真忍心杀我？雷震子，不要以为你有金龙圣果护体，星环便无法吸取将星之力。我就是让你亲眼看着封神大阵如何消亡，星环是如何成为将星的。星环，你随我来。星环，别听他的，不要去。现在还差最后一件宝物，星环，你就大功告成。就差入我的天雷双翅之血。星环做了什么？他嘛，炼阵祭阵，毁了封神，成了将星，我让他得偿所愿了。对不起。我杀了你。已经开启，今日便是毁天灭地之时，我即是天道。封神大阵呐，早不开晚不开，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开啊？雷震子，现在只有你能开启封神大阵了。震子，把翅膀给你。星环，你现在重伤在身，脱离翅膀你会死的。不，我要带星环一起去。哎呀，事不宜迟，你们快点啊！雷震子，走！啊！星环，星环，
我偷了文老贼，趁机赶紧上天！呀！杏儿，照顾好新欢。找够的，不好，来不及了，快呀，趁现在！快去吧，完成你们的使命。新欢，你做什么？杏儿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出事了。我不想再背负着别人的命运活下去了，太累了。他还好有
起封神大阵一直都是我的梦想，但现在梦醒了，它只能由你来开启，你也是最好的人选。狗屁！你要是想让我叫你哥，你就乖乖听我的。雷震子，我叫呢。没人能够摧毁诛仙大阵。金龙圣国只能同愿意的人达成契约，做英雄是注定会孤独这一世的。人也有自己的命数，你要承受有事的孤独。随心所欲。但我只能认命，我身外并不是侥幸。文老贼呀，文老贼，你机关算尽又如何？这个看不起眼的臭小子才是真正的天命将星啊！打我，混账！我这大厦起义了！杏儿，雷震子，我只是杏儿的一段记忆，很开心能够陪你走到最后。不行，杏儿，你不能再走了，我还没跟你吵够呢。为你放弃成神，放弃一切，这很圆满。但若想开启封神大阵，还需要最后一关。杏儿，雷震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仔细听好。若想开启大阵，便会被金龙圣果完全吞噬，而圣果的力量会让你渐渐变得丑陋，变得狰狞，变得让世人看不清你真正的内心。你再也不会被世人传颂，将永世孤独。若开启大阵，今生便毁，他日也不会在封神台封神。你可愿意啊？
其实我早已做了选择。恭喜诸位神灵重启太平盛世。西岐归故里，故里归西岐。彼时当年少，莫负好时光。清欢，杏儿，我带你们回家。老先生，您这垂钓之法当今世上闻所未闻呐。愿者上钩。Thank you.
Thank you.